随时病人家属。我是患者抢救回来的，但不进行心脏搭桥手术，病人的情况可能随时会恶化，手术的费用大概需要30万。喂，大伯母，我爸生病需要30万手术费，能不能借我？什么？我这边信号不好，挂了啊。 听说了吗？我爸是立刻捐钱，要30万，只要你陪他顺利吧。30万？该怎么做？还需要我教你吗？ 醒了，再联系。夏沫，老板，这个女人有点意思。明白，1个小时之内我给您谈到全部资料。 喂，傅先生，10万，陪我去见个人。一会儿，好好演我的女儿。这位呢，是您的儿媳林云溪。伯母，你不是说思成哥哥会喜欢我的吗？哎呀，你就先回去吧，我们一家人还有事情要谈。 先前跟你说的话，别太当真啊！伯母，张妈，送客。你长得好像我一位故人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拿着，妈给你，你就收着。傅先生，这个手镯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 当我的老婆，这个手镯就归你。傅先生，我认为我们之间只是一场价值30万元的交易。可是我妈妈喜欢，所以，我为了我母亲，我可以假结婚，我可以做任何事。当然，这个婚姻也有个期限，在这个期限，我可以满足你的所有要求。 我不同意。据我所知，你的父亲还在医院啊。只要你点头，最好的医生、医院、医疗器械全都给你准备好。现在拒绝，你父亲真的会死掉。为了爸爸，我可以放弃尊严。可是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儿，我该怎么办啊？ 林云溪，告诉我，我是谁？我的大胖孙子又着了。之前上班去了，我刚刚熬了海鲜粥，晾了有一会儿，温度正合适。谢谢阿姨。怎么了？ 没事儿，就是有点干呕。我们家思辰这么厉害，这就怀上了。啊！我怎么了我？齐浩害我女儿至此，他齐家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
这么急着把我找来，就是为了看你感冒。你冲谁大呼小叫呢？还不是你办事不把空调温度开高一点，害我云溪感冒。阿姨，妈，你也跟着他胡闹。小梦，送老夫人回家。是，阿飞，爸爸。我不用你扶，我自己能回去。我先回去了啊，你好好休息。嗯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去开会，不然还留下来照顾你啊。云溪，你听我说，针头只是刺伤皮肤表面，并没有见血。你及时吃足退药，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相信我。报告显示没有感染，这下放心了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没被感染？我不信。想好怎么处理他了吗？恶意注射病邪，可以按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，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你们两个等着坐牢吧！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夏沫，哎，林云溪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妈妈生前最爱的项链，怎么在你那儿？你妈妈葬身火海，这是锦城的遗物，你还想拿回去吗？云溪，如果你签下和解书，承诺我们母女俩不再追究我们的责任，我就把这个项链还给你。你答应不答应？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带着这个项链一起去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老爷，你看咱们女儿被别人欺负成这样了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。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，齐家的势力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惹不起。嫂子哪儿？不要哭，丽丽，妈妈她这样，别怕，女儿都成这样了，她今后怎么再嫁人啊？哎，林强，谈好了几个项目都不和我们合作了。对面指名道姓，看在你林强的面子上才对公司出手，你自己惹的麻烦赶紧解决，不然别怪我们董事会对你不客气。公司这是出事了，要不你给那位打个电话，你为了他连亲弟弟都出卖了，现在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他也不能坐视不管啊。嗯，妈，他人呢？你自己的女朋友去哪儿了都不知道，还来问我，怪不得这么久了还没领证。妈，小西的假期到了，去上班了。都说了不愿意接了，可是律所说你是我的辅助律师啊。哟，这不是我的大忙人助理了，怎么舍得来上班了？王律，我来销假。这个案子交给你了。可是我不想听你烦，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的负责律师。赛婆婆，我是新刚转正，要不你还是找更有经验的吧。不用，也不是什么大案子，我看着你顺眼，这个案子啊就交给你吧。我不会辜负您的。云溪，我先走了，你也别加班太晚，记得关灯关门。嗯，好。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拿吗？放下东西，跟我回家。你干嘛？林云溪，做我的女人，
不行。你能不能别这么霸道？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不会觉得累。夏沫，还不快跟上？哦，来了。你进来干什么？这是您昨天让我帮忙整理的案件资料，请您过目。要是林云熙抱上主任这条大腿，景玉哪还有我王曼的容身之地？不，我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看你做的什么垃圾！你看看你做的什么垃圾！捡什么？像你这种废物，就应该立刻滚出景玉！装什么聋子？我让你现在收拾东西，立刻滚！如果这就是江城第一律所景玉的话，我想我不待也罢。许律，你没事吧？既然王律带不了这么有天赋的新人，那就由我来带。啊！感谢王律这段时间的奉献，可惜景瑜地界太小，容不下您这尊大佛，还请您另谋高就。来人，带王律去办离职。许律，许律，许律，你不能那么对我！主任，主任，救救我！谁也救不了。您就是江城第一金牌律师，从无败绩的徐川。不知道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景瑜在林小姐心中的形象？当然。能跟着徐律一起学习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梦想。恭喜。夏雨啊，明天再汇报。老板，你为了打击对手，都能营造出花300,000找女人的形象，用风流来蒙蔽对手的眼睛。但是我知道的，这么多年你没对一个女人动过心啊。这还是我那个工作狂老大吗？下这么大的雨啊！哎，林夕，我正好带了把伞，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我的老我亲自来接。怎么了？高本许有点磨脚。拿好。你要干嘛？高跟鞋不适合 ，Big 往上辞职，不加养不起你。又说这种话，顾思辰，你的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？再说了，这是我的职业形象，形象你懂吗？六点半，顾思辰，你六点半喊我起床干嘛？民政局。领证，领证，这可是救助你父亲的条件。你想反悔，那就换上衣服，跟我走。林云熙，你真的把自己嫁给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？你这什么表情？不想嫁给我？我只是有点感慨。嫁给你不会后悔。不行。妈马上过生日了，这张卡是让你去给妈挑选生日礼物。好，那我今天下班就去。你今天不用上班，我帮你请假。陈，有病啊你！你帮我请假还六点半喊我起床。婚纲夜色，那便是由我们的知名设计师江源小姐独创的品牌。您有什么喜欢的款式，我可以为您推荐。先随便看看吧。哎，这件适合秀姨。您的眼光可真好，这是我们江城独此一件的珍藏品。
那就他吧。好的，我帮你把这件包起来。刷卡买单。好的。您一次性在我们店消费120瓦，这是您的至尊 VIP 卡，以后每次来都可以享受最高礼遇的。喂，大忙人。秀姨喜欢哪件衣服，直接联系我送到你们家就是了。怎么还上店里去买？他买的是你的设计。他是谁？要开会，挂。他身边出现了其他的女人。给我买最近一班的机票，我要回国。你头发怎么不吹干？太晚了，直接睡吧。不行，怎么能湿着头发睡觉呢？来吧。你帮我吹。本来也没指望你自己动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怎么，猫猫？不用了，该做的都做过了，你还害羞什么？秀姨，今天有没有好好吃药啊？吃了，今天我过生日，还要盯着我吃药。妈，病好了才能不吃药了。自己有胃病乱折腾不吃饭，臭小子，还有脸来劝我？这里最有资格说话的就是云溪了。好，那也由我来监督你们两个。思辰他惹您不高兴，所以啊，把他今天不准处理工作，好好陪您玩一天。好好好，这个惩罚好。秀姨，生日快乐。我这次回国啊，就是专门来为你过生日的。秀姨，你把我也带上来。今天又不是什么大日子，就是我们一家人乐呵乐呵，不便带外。你刚回国，今天就好好休息，等哪天空了，我们再请你吃饭。思成，你也不同意我去吗？好好休息，我们改天再见了。秀姨，今天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有你们两个陪我一起过生日啊，比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。秀姨，今天您的生辰，我还为您准备了一份大礼，你们两个在门外等我一会儿。你真有心了，快去吧。嗯。儿媳妇不错吧？已经好了，快进来吧。谁允许你点火？火，着火了！妈妈，求你们带点火！妈，妈，奶奶带妈妈走。妈，妈。林云溪，我妈今天要有什么样，我跟你没完！思辰，夏末，秀姨她怎么样了？老夫人病情好转，但还在昏迷。都是我的错。夫人不要自责，这是当年老夫人亲眼看见丈夫和女儿身葬火海留下的病本。秀姨她这么多年，老夫人遇见夫人以后已经很少发病了，性子也变活泼许多。老夫人住院需要收拾一些衣物送过去，不如就由夫人送过去吧。嗯。怎么？夫人你不能进。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医生交代过，秀姨现在的情况很不稳，我们可不敢让你这个罪魁祸首再去刺激她。我叫曾月圆，是思成的心灵主管。原来你是来给秀姨送换洗衣物的呀。思成也真是的，这点小事儿让我回家去拿就好了，我还落在你再跑一趟呢。我是思成的妻子，既然我来了，江小姐
就请你走。都瞎了眼吗？忘记思成怎么交代了？夫人，老板说了，谨遵医嘱，还是把包还给江小姐吧。老夫人这边有江小姐吩咐，你还是回去吧。你留心秀姨病房的动静，我先回去了。林云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就是像个外人一样被排挤，有什么好委屈的？你记住，这本来就是个合同婚约，你本来就是一个外人。小心！小心！如果不甘心的话，喝瓶汽水，也许会开心一点。我以为按照徐丽的工作风格，该喝的是红茶，而不是汽水。林女士，你已经严重伤害到我的自我认同。现判决结果如下：叫我徐川吧。没有酒可以进入消愁，但你介意我倾听吗？不想说的话也可以拒绝。我只是有点难过，自以为伤害了一个对我很好很好的人。秀姨她现在还在陷入深度昏迷，可是我连在病床前照顾她的资格都不被允许。我认识一名神医，曾经是帝都医科大学的院长，只不过他现在隐姓埋名回到江城养老。如果能请到他，阿姨或许会有机会醒来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这就去请他出诊。只不过他性格比较古怪，请到他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。你说的神医就在这里面啊。嗯。多体谅啊。我看着你顺眼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吧。您就是赛神医。别叫我神医，就叫我赛婆婆。赛神医，小辈想请您出山医治一人。你我有眼缘，那我就为你破例一次再出手。谢谢，谢谢您。不过啊，我可有个要求，不许向外界透露人是我治的啊。嗯。老板，李医生那边飞机晚点了，我已经安排人在机场候着，人一下飞机就立马接来给老夫人看诊。这是公司的紧急文件，需要你公布落实。这是南郊项目的报价，你看还需要往下降吗？思成，我一个人照顾秀姨，总担心会有照顾不周的地方。这林云溪也真是的，秀姨对他那么好，他就只来看一眼就走了。照顾不周就离开，我们富家有钱请别的护工。你倒是维护他，只可惜他却在外面跟别的男人鬼混。帮我备车，我亲自去机场接李医生。是。思成，林云溪他都出轨了，他一点都不在乎你。不过你别难过，你还有我。你看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江云，我和林云溪之间闹再大，那也是我们夫妻间的事儿，不是？凭着一张不清缘由的照片就能搞坏的。苏思成，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，你还不愿意相信吗？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没有人，咱们进来吧。病人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忧思过度受到刺激，自己不愿意醒来。那要怎么办啊？待我施针即可。好了，人一会儿苏醒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我送您。夏神医，请您帮忙看看。问题不大，
只需神药一粒就可药到病除。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这是在做什么？他们在给秀一喂东西。思成，我们这是在给秀一喂药呢，这是我专门为秀一医治请来的神医。你这药经过临床研究吗？通过药品审批吗？符合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吗？这可是我家祖传神药，不讲究那些什么研究审批。李医师，麻烦给我母亲检查一下。好的。思成，你不相信我？这位小姐，我们医生治病救人所开的药方都是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。哎，你这样私自给病人用药，只会增加我们治疗的难度。你，咦，这司夫人的身体正在转好，莫不是药丸起了作用？这可是我家祖上用人参、鹿茸、雪莲等19种珍贵药材炼制而成的起死回生丹，治疗区区昏迷不在话下。只是这药丸价值不菲，不知道。行了，所有珍贵药材全部都给我拿出来，只要能救好我母亲，报酬自然不在话下。秀姨的好转跟他没有一点关系。不是我知道，还能有谁？和谁有关系？我，哎，快看，司夫人醒了。妈，你醒了。秀姨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秀姨，这是我为你请的神医，要是有什么难受的地方，可千万要说出来呀。妈，妈，你们快看，这是怎么了？令堂这是惊惧过度，忧思深重所致。要想康复，就得远离忧思源头，静心修养才行。秀姨是因为云溪才变成这样的，那这话的意思是让云溪离秀姨远一点？你个庸医，胡说八道！你先回去吧。思成，我不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我替思成送送您。思成一定还没有告诉我吧，我是他的初恋。初恋？当年我为了求学狠心抛弃他去了国外，而你不过是他为了气我找来的替身吧。我知道思成他还在怨我，这次回来我就是想好好补偿他的，所以劝你最好有自知之明的退出。没有事实依据的空话，你以为我会信吗？就知道你不会信。想要依据，不如回傅家书房翻翻第三个抽屉。江月圆，就让我来揭穿你搬弄是非的真面目。今天圆圆叫我哥哥了，开心。圆圆的梦想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设计师，我无论如何也会支持他的。圆圆，好想再见你。林小姐，你父亲苏醒了，请你尽快赶到医院。爸爸他醒了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云溪，是谁垫了我的手术费啊？是大伯。你大伯那个人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干嘛说实话？爸，是一位好心人，这件事情您就别操心了。你要让我别操心，就说实话，别让我放不下这件事。是我和傅思辰。伯父，您女儿和我是合同婚姻，我出钱帮您治病，她帮助我母亲调理心情。你怎么和我爸说这些？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需要隐瞒的。你就是傅先生，我感谢你替我付了手术费，但是我要你跟我女儿离婚。我要你跟我女儿离婚。我不同意。傅先生，我很感谢你的帮助，这份恩情我会报答的，但我绝不可能用我女儿的婚约去报答你的恩情。
伯父，如果他想毁除婚约，也要林云熙亲口。爸，顾思成他出钱出人给您看病，您不应该态度这么强硬的。你是啊，你喜欢他？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俩只是……西西啊，我不想把话说得难听，我不了解他，难道不了解你吗？只要这个合约在一天，你和他相处就永远选择退让。走吧走吧，我也正好要休息了。找我回来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思虑再三，我认为伯父说的没错。李云熙，亏你还在心中百般纠结，人家早就做好决定，与其落得狼狈，不如自己先开口，留住最后一丝尊严吧。顾思辰，我们离婚吧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爸病情已经好转了，秀姨因为我病情复发，可见我也不是让秀姨开心的人，所以这个合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我们离婚吧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既然合同已经不奏效了，那还是解约为好。那明天早上九点，民政局见。离婚登记材料我已经递交上去，一个月之后来拿离婚证。我爸的医药费我会尽快还你的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。随你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是遇见什么事了吗？没有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看你今天请假了，但是刚刚临时通知有个出差机会去帝都开会，有很多律界大佬参加，机会难得，所以还是想打电话问你要和我一起去吗？我去。你回来了，吵到你了。厨房给你温了小米粥，你要是饿了的话就吃点再睡。要登机了，记得关机。嗯。挂好电话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傅思辰双手一挥，多少女人争着抢着要上我的床。李云熙，你不稀罕傅夫人的位置，有的是人喜欢。为什么明明已经选择相信你，你却还是要孤立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思辰，你手怎么受伤啊？你回来了。再生气，也不能伤害自己啊。你不会再离开我了吧？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，思辰哥哥。啊啊！思辰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
怎么是你？一直都是我。你以为是谁？那个在你这么难过的时候抛下你的前妻吗？闭嘴。副总，老夫人情况不对，你快来医院。我知道了，现在就来。等等，我和你一起去，万一有什么情况，我还能联系贾神医。走。司夫人自从醒来之后就一直持续这样的情况，没有家属的同意，我们也不敢开安神的药。江小姐，要么再叫那个神医过来看看。好，我试试联系贾神医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我再试试看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因为有事情给耽搁了，稍后再拨。夏沫，一小时之内我要见到贾神医。思成，你别太着急了，秀姨其人自有天相，会没事的。老板，人带到了。你迟到了有？老板，这小子差点坐飞机走了，是我在安检口把他请回来的。贾神医。贾神医，你就拿上次给秀姨医治百病的那个家传神药。这个味道像是麦丽素啊。这就是你口中的家传神药是吧？麦丽素也不会吃什么出什么问题，师夫人跟我真的没什么关系。有本事骗到我头上来了。夏沫，按规矩走。走。叫他下去，是你要我。闭嘴，我是让你来医治修医的，可不是让你来坑蒙拐骗的。你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家人呀？想想你要是进去了，谁来照顾他们呀？是我在前一排，严重神经痛，请你们不要为难我的家人。思成，你也是被欺骗了的，都怪我，是我识人不清。李医生，你还有认识的神医吗？求求你告诉我。不管有多困难，我都会前来给秀姨治病的。江城，我倒是认识一位高人，但是他人可不好请。还有没有点规矩了？有把人倒来问诊的吗？赛伯伯，只要你能救好我母亲，我父亲必有重谢。我不吃你那一套，你把我绑来，我就得治吗？我就是不医。你这个人还有没有医德呀？病人就在眼前，你却不肯医治，你根本不配为医。那姓李的有医德，你们找他医不就完了吗？找我干嘛？你闭嘴。赛伯伯，这次是我舅母心切，都有得罪，日后我一定登门道歉，还希望这次你能救救我母亲。得，道歉就不必了，记得下次请人懂点礼貌。赛伯伯，这就是我母亲。嗯，赛婆婆，这位就是我想请您帮忙医治的病患。是她？是一位姓林的律师小姐，已经请我给她看过了。姓林？林云熙。嗯，她呀现在是应急反应，给她开点安神的药就行，剩下的就不归我管喽。身病易治，心病难医，你们还是找个靠谱的心理医生给他看看吧。原来他做了这么多。徐律这次在会上为咱们锦玉真是大大的讲演了。是啊，我看我们锦玉以后也不只是江城的第一律所，以后也会成为全国的第一律所。
云溪整理的资料全面详细，他也功不可没。云溪是咱们律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，这段时间比较忙，这样趁着两位功勋都在，咱们下午团建，晚上庆功会。耶、yeah ！老板，这个项目下一步计划是发布和江小姐工作室联名的宣传视频，我们初步选出这几个主题，分别是……老板，老板，啊，抱歉啊，昨晚没睡好，有点走神，你先下去吧。下午再来汇报。好。哎，我有个朋友呢，最近和他老婆在闹离婚，现在在离婚的冷静期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指点一下？啊啊什么？赶紧，赶紧给我这个朋友出出主意。嗯，这，哎，算了。你这个母胎单身啊，肯定连我都不如。出去。情场如战场，追妻连环计，锦囊妙计全在此。良好的外表是追妻的敲门砖。小萌，你觉得这两件哪件好？这两套都挺符合你的气质的。这件吧。我这套衣服怎么样？好，好看。第二步，创造机会。产生偶遇，多次碰面，展示自己优点，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，为下一步的约会做出铺垫。走，去警狱。老板，去警狱干什么？创造机会。我们今天是沾了席律和云溪的光，才能轻松休息一天啊！是这段时间啊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所以主任变相给大家放个假。今天工作日，简一都不需要上班了吗？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抱歉。老板，夫人他们团建去了。走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这块场地已经被警域定了，只有警域员工才能进场。请进去。这不用了，手表机看了。小莫，你去买两杯水。是。来点。不打，太累太累了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老板，没有水了，就剩两杯果汁。啊，这杯白色的是苹果汁，一个黄色。知道了。刚运动完不要坐着，喝点饮料，补充一下体力。谢谢。副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副总，你这是送饮料来了？我自己喝。啊，那另一杯给我吧。另，我也自己喝。老板，别喝，这是菠萝汁。啊、他菠萝汁过敏，快送他去医院。我帮你。不用了，有夏梦帮我就行。你还是继续留在这里和大家团建。林云熙呢？怎么一晃眼人就不见了？傅思成过敏了，他陪他去医院了。傅氏集团的副总。哎呀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情。副总刚刚收购了王丽的股份，现在也是咱们事务所的股东之一。知道，云溪应该是没有时间去庆功宴了。我家里临时安排了饭局，我也不去了。你用完了再醒。你醒了，喝点温水吧。夏木出去买饭了，一会儿吃完饭好吃药。老板，你醒了。这次我不是故意的，
那杯菠萝汁我是想给夫人喝的。夏沫，我跟你老板已经递交离婚申请了，以后你喊我云溪或者林小姐吧。既然夏沫已经回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注意休息。等等，既然你都送我来医院，明天我请你吃饭。不用了，那我送你回家。我自己能回去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走了。我走了。行了，今天这事儿也不怪你，你先下去吧。老板，我还是留下来照顾你吧。那我就下班喽，你照顾好身体啊。什么约会地点、约会穿搭、约会注意事项，我人都没约到，要这些有什么用？约会邀约被拒，一定邀约中有女孩反感因素。吃饭，她不反感。我，她都送我来医院了，应该也不反感吧？哦，曲线救国。哔哩吧哔哔哩，哔哩吧哔哔哩。Bitty bobby betty boo boo. On weekend she's your honey. Then comes Monday, and that'll be sir to you. 林云溪，你别误会，我最近准备换车，请你帮忙参谋参谋，应该换哪辆？傅大总裁，我和同事们都只能挤公交，我的参考建议对您实在是没有太大帮助。我明天还要上班，就不跟您闲聊了。这车怎么还不来啊？就是，这公交怎么还不来？看什么看？总裁不能坐公交啊。大总裁体验生活，随你高兴。奇怪，这公交怎么还不来？都要迟到了。以后这辆公交就是你们律所的专用，每天固定接线。哦，安排。鼓掌。今天大家能够不迟到，全部都是林云溪的功。只要大家在公司帮我照顾好云溪，不仅每天车接车送，下午茶我也全包了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去上班吧。今天满意？满意。副总今天大发慈悲的送大家伙来上班，而我作为其中的一员，也真心的感谢副总。上班要迟到了，我就先走了。조금만가까이와조금만哎，云溪，主任说新来了一个合伙人，让你去做他的助理。可我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景玉的股东，以后你就是我的私人助理。我知道，你赖床总不喜欢吃早餐。所以我给你点了学习。谢谢副总的好意，我自己备有饼干。这些你就自己吃吧。还有助理的事情，公司比我有能力的人有很多，我就不在你面前献丑了。你就非要拒绝我的好意吗？傅思辰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没有必要再这样。林云溪，我们现在是在冷静期，我有权利
恢复我们的夫妻关系。副总，您放手，我要去工作了。你是还在省医院的气？没有。三神医已经给我讲过了，你尽心请神医问问请医生的事。所以，傅思辰，你现在这样，究竟是想要追回我，还是因为愧疚，想要弥补？抱歉，思辰，但我经历那样的事，真的需要时间好好考虑这段婚姻。云溪，啊，主任说今天给你调岗，我还是想来问一下你的意见。没事，我已经协调好了，今后还是跟着徐律学习。那很好，晚上跟我去见一个当事人。这件经济案的当事人是江城豪门方家，你带我这个新手律师会不会？放心吧，方叔和我家是世交，再说你的能力我是相信。谢谢你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遇见你方叔才知道你也在这儿，找你不容易啊。这姑娘也是律所的吧？这样，我在隔壁让方叔单开一桌，和他谈一下案子。你先去吧，等你聊完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好。爸，你要找我就直说，何必绕这么大一圈子？我哪次让你见未婚妻？你不拿他工作当借口，摧三堵四的？没有，我最近确实是很忙。无所谓了。今天我已经把人约来了，一会儿你不见也给我见。喂，你们直接上来吧，包间202。人来了，一会儿好给我表现。哎呦，徐老板，你好。小川，这是你的未婚妻丽丽。看你这孩子还害羞起来了，还不快见见你徐伯父啊。徐伯父，祝你健康如意，福乐绵绵。好好好，心意收下了。最近医生嘱咐啊，少喝酒，这么的，这杯酒呢就让我家小川替我喝了吧。徐大哥，我敬你。敬二位长辈。我这个人顽劣不堪，不求上进，林小姐值得更好的。这桩婚约还是作废了。贤侄，这是说哪里话？你如果顽劣不堪，那整个江城这些青年都没脸见人啦。小川，这婚约是我给你定的。我还有工作，先告辞，改日再登门之前。丽丽，快去送送曲川，快。徐老板，这桩婚约如果结不了，我手上的东西。林老板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丽丽就是我们徐家的媳妇儿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你怎么下来了？我自己能打车回去的。你还是赶紧回家陪徐伯父好好吃个饭吧。我带你出来就有把你送回去的义务。再说我爸组的可是相亲局，你就帮我逃一次吧。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徐律也会被家里人催着相亲。好吧，那我这回就勉强帮你一次吧。林夕，敢抢我男人怎么走着瞧。徐大律师逃掉相亲就这么开心啊？差不多吧。只是用借口逃掉相亲是一时的，如果要真的反感的话，还得好好向父母解释才行。小川，这婚姻是我给你定的。解释有用吗？或许有用，或许没用，但是这也是向父母表达你态度呀。
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云溪，如果你没结婚，我们有没有可能？我先接个电话。夏沫，怎么了？夫人，救命啊！老板他喝醉了，闹着必须要你送他回家。林小姐，您能来公司一趟吗？好，我马上就来。云溪，你去哪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老板，你真的不能再喝了。是啊，思纯，别喝了。走开。你真的别再喝了。走开。别喝了。别喝了。你不来接我，我真不喝酒。思纯，既然不喝了，那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回家。夏沫，你先去开车。李小姐，麻烦让一下，我要带思纯回家了。你不是来接我回家？思纯，我们走吧，别让夏沫等久了。好，我送你回家。好。思纯，再见。识别成功，走吧，我送你进去。这林云溪怎么还不出来？识别失败，请重试。识别失败，请重试。果然，他们富家都有放备用钥匙的习惯。你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思成，昨晚我们……傅思成，你这是打算吃干抹净就不认人了吗？昨晚我是醉了，不是死了。收拾东西，我安排人送你出国。这辈子别回来。思成，我错了，是林云溪，他的出现让我很不安，所以想要这种方式来留下你。思成，求求你不要送我走好不好？江宇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聪明啊？爱，我见识过一个人真正爱我的样子。还有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你拿伪造和我的照片放进我的日记，再假借我妹妹袁的名字去让我妻子误会。收拾东西，我安排人送你出国。不杰，当初是你们傅氏兄妹先来招惹我的，是你妹妹傅思源那个富家千金非要拉着我这个穷姑娘的手做朋友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妹妹的设计就要如此的优秀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就要爱上林云溪？为什么我身边的每个人都要跟我比，还都要比我好？傅思成，你当初竟然看不起我，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？我只是按照阿元的遗愿去帮你完成学业。阿元，阿元，又是阿元，我也是阿元，你为什么就不爱我？你要是送我出国，
我就把傅思源最后的设计稿烧掉。你敢？思成，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和傅氏联手，将阿月和我一起设计的真爱之戒变成现实。一旦落实，我就离开。阿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给我点时间。不许再做多余的事。傅思源当初为了拿到你的设计，一把火送走了你和你的死鬼老爸，原本是想趁你哥哥脆弱的时候一把拿下他，想不到半路又出现个林云溪。傅思成，那是你逼我的。宿醉的人不配喝咖啡，只配喝蜂蜜。甜。老板，走，去警狱。你今天不是安排回复式办公吗？我考虑得很清楚，去告诉我，就看他怎么想。辛苦了，喝杯咖啡提提神。谢谢你。这里的这个涉事金额可以当做突破点。你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我是你们徐律的未婚妻，还需要预约吗？林云溪，抢男人抢到我头上来了啊！林云溪，抢男人抢到我头上来了啊！你干什么？保安！徐川，居然为了他赶走我！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打扰大家工作了。林庆丽，现在上班时间，有什么事咱们出去说呀？出去？我今天就要当着大家的面揭穿你狐狸精的真面目！闭嘴！第一，我不是你的未婚夫；第二，我和云溪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徐律和云溪也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啊。云溪，好本事啊！随便立个牌坊装装纯洁就能骗过大家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个破鞋，自己有老公还好意思推门？你敢打我？你竟然敢打我！够了！上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是没有可能的。我是你爸给你定的未婚妻，我们是有婚约的。婚姻应该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，禁止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。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加以干涉，这才是婚姻。就算你用父母之言强压徐律结婚，但是你的病告诉徐律了吗？告诉徐律？我警告你啊，你一方在婚前患有重大疾病且未完全告知的，另一方有权申请撤销婚姻。你不许说，你不许说！我没有这么多嘴，但是如果你想结婚的话，徐川还有权知道事情。现在可以不打扰我们工作了吗？你给我等着！你们都好好工作。徐烈，我不介意再当一次倾诉对象。我没有什么好倾诉的，只是最近有点累了。那要不要请假休息一下？调整好了，可以继续工作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来怎么能看到你们？我妈恢复了，我这就来。我和你一起去做医。徐律，我想请个假。怎么样？
老夫人现在身体各项机能均恢复正常，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。辛苦医生了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那我先告辞了。云溪，秀英怎么了？是哪还不舒服吗？去叫医生。不是，那晚是我对不起你。思辰有没有因为这件事为难你？没有，我不用替他说话。傅思辰，你回答我，你明明当年不是着火了？快灭火！快灭火呀！哥哥，你快跑！妈，着火了！妈，我去叫医生。着火了！你快跑！快跑！秀莲，没事了，别担心，都是幻觉，只要我和思辰陪着你的啊。医生，你快帮秀姨看看怎么样了。安抚及时，没有什么严重问题，不过病人情绪激动，需要休息。秀姨，你先休息，先走。你干什么？你脚扭伤了，我抱你出去。放我下来！别动。什么臭脾气？你要干什么？闭嘴。冰敷对你扭伤有效果。这下知道了，明天我可以陪你去撤销离婚申请。谢谢你啊，我已经很好。一次又一次的拒绝，李云溪，你到底还要逃避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逃避，是事，我们不合适。不合适为什么？请进。伯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想来了解一下，云溪明明很喜欢我，为什么又在内心抗拒我的接近？他不是抗拒你喜欢，而是抗拒婚姻。为什么？都是我的错。伯父，这怎么能是您的错呢？我只忙于工作，不仅忽视老婆的心理状态，又让云溪小小年纪看见他妈妈这样生活。这都是我的错。伯父，你也不要再自责了。云溪能够如此健康成长，也看得出来您付出的心血。付出这样惨痛的代价，我才知道家庭不是多好的日子，而需要家人们的陪伴。你是见过父母恩爱的，也见过母亲惨死，导致他明明憧憬婚姻，却显得犹豫，所以这才是你让我和云溪离婚的真正原因。我不希望云溪重蹈覆辙，所以说希望你这个爱人能治愈他。伯伯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你对云溪好，就是最好的答谢。我一定会的。云溪，我爱钱刀。把我脸打成这样，我怎么出去见人啊？脸脸脸，就想着你这张脸，你未婚夫都让你堂姐勾搭走了，等他坐上徐家祖母的位置，你再回来慢慢哭。我们现在最紧要的是让丽丽稳固在徐家的婚约，我们应该一致对外呀。徐川他的心都不在丽丽这儿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？林云溪不是已婚了吗？他敢勾搭人，
我们就毁掉他的声誉。许家不可能要一个臭名昭著的儿媳呀！我现在就去联系媒体。哎，怎么办呢？云溪啊，手机看了没有？没看的话，看看手机。已婚夫妻工作关系勾搭上司，情欲渣男小三知法犯法。主任，这都是污蔑。我们大家都相信你，但是呢，舆论发酵太严重，你呀、还是先回去休息几天。怎么不进来上班，在门口站着干嘛？徐律，你是合伙人，要有律师的威信。再说了，小川，让云溪回去休息也是你爸的决定。那我处理好舆论再来上班。喂，爸，网上说那些都是假的。那我来医院看你。老板，这是科技部关于最新智能检测手环的实验数据。通知下去，全体部门5分钟之后开新品研讨会。是，我通知一下。啊？怎么了？这网上全是关于夫人的不利消息。一派胡言！通知各部门，让公关部处理不实消息，再让法务部起诉相关人员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是。老板，夫人大伯林氏科技的林强在前台要见你，带他进来。是。副总，这是我给你带的见面礼。您都断了我3个大项目了，该怎么赔罪？您给指条明路呗。这桌子它不符合您的气质吧，立马给你换个黄花梨的。老板善于看桌上的文件。好。副总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为了个林云溪你还要起诉我女儿？你们查得到林云溪已婚，查不到她丈夫是谁。这不可能啊！这上次是云溪求情才放的。副总，我们都知道错了，您大人也大量，高抬贵手，饶了我们吧，副总。你们还没资格让我放。杨默，送客。副总，副总，送。亲家，现在傅氏不光要断我林氏科技的项目，他还要起诉你儿媳妇儿，你得帮帮我们林家。林强，你别贪得无厌。徐老板，不是我贪得无厌，是我手上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个价，您觉得呢？撤诉，项目2选1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好，我选项目。如你所愿。莉莉啊，别怪爸爸，起诉不一定会输，项目没了，那就全没了。还有你二叔，我找他救你去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竟然在网上胡说八道。爸，我不在意这些谣言的，你别气着自己。哎呦，弟弟哎，这次只有你和云溪能救丽丽了，我求你救救你侄女吧。没事，把你大伯扶起来。大伯，我记得我之前借钱给我爸看病，您可不是这个态度。我知道你还在怨你大伯，那不是。当时公司也周转不开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没事，让你大伯继续说。对，咱们亲兄弟，大胆骨头还连着筋呢，是吧？本来也没脸来找你帮忙。那么傅世成他起诉丽丽，
现在只有你们能帮丽丽啦。傅思成起诉林清丽。嗯。傅思成为什么起诉林清丽？嗯，原因都不知道，那我们怎么去劝？大哥，请回吧。这不是不就是那个丽丽误会云溪勾引他未婚夫吗？然后传到网上去。哼，原来网上的留言是丽丽传的，起诉的好，我们不管了。林勇，你个白眼狼，你可别忘了当年家里穷，爸妈让我放弃了复读，打工挣钱供你读大学。你今天有的一切，我给的。你今天有的一切，是我给的。我爸给你房，给你车，给你项目，欠你的早就还清了。我欠你，怎么对我都行，但绝对不能伤害我女儿。丽丽犯了错，就该受罚。好，我答应什么？没关系啊，我天天来求你，让所有人看看你忘恩负义的嘴脸。够了，我去劝傅思成，但是你不准打扰我爸。好侄女心善，别信，不准去。侄女都答应了，你反对什么？想要云溪帮忙撤诉，除非我俩脱离兄弟关系。那你咱们还当兄弟处，可是云溪的一切跟你这个大伯无关。好，你不就是怕我贴上富家祖母吗？好，答应。云溪，你先去吧，我跟你大伯签署脱离兄弟关系协议。爸，谢谢你。进。傅思辰，你来了，你瞧怎么样？已经好了，不用抱。你啊，还要心情开玩笑？谣言我已经处理好了，你啊，不用担心了。听说你起诉林心里，你能不能撤诉呀？不行，不行。我这个当事人都原谅了，你就撤诉吧。你同意，我不同。傅思辰，她是我堂姐。堂姐就不能起诉了？伤害、污蔑、造谣，任何一项都是起诉的。这件事儿你没闹太大，我真的不在意的。没闹太大，那是因为我及时控制。你要是任由舆论发酵，你这个人就完了。大伯找我们了，就当是家人间帮了最后一个忙。你就撤诉吧，好不好？你就是拿准了我吃这套是吧？行啊，我这次同意你的要求，但你要怎么表达我？傅思辰。成，我来找你汇报项目进度了。感谢什么的，还是等你忙完工作再说吧。你们好好聊。云溪，思成，这是真爱之戒系列的智能手环设计稿，你过目。方案不错，居然这个样子，接着做下去。思成，既然我出色完成任务，那你对我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管不好自己就出国，还不快走！完了，手机落在傅思成办公室了。刚刚在办公室里笑得可开心了吧？怎么，还真把自己当成这份设计稿的主人了？怎么，还真把自己当成这份设计稿的主人了？不是的，夏小姐，我只是替你感到高兴。夏女士想，夏小姐，傅总满意这份设计稿了，那你能不能让我见见奶奶？满意？你哪只眼睛看到傅思成对这份设计稿满意的？你给我记着，不能让他对我另眼相待，全部都是废稿。
可是江小姐，你这样是不对的。副总他一看就是喜欢夫人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别忘了，你奶奶还在医院，全靠我出资给她治疗。再不听话，我让你明天就见到你奶奶的骨灰。不要，求求江小姐不要动我奶奶。贺小荷，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，不听话，我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你奶奶。我会努力设计出让副总满意的设计稿的。不是努力，是必须。需要纸巾吗？夫人，虽然不是有意的，但是刚刚你和江云的对话我全部都听见了。我只是他的助理，谢谢夫人的纸巾，我先去工作了。你真的认为江云会对你奶奶好吗？我可以帮你。老板，这今晚发布会的流程您看还需要更改什么吗？就按这个方法做。穆子成，手机在这儿。先别管手机了，现在有个事关发布会的紧急情况。小何是江源的助理，同时也是江源的代笔。江源这些年设计稿都是小何画的。那有什么证据吗？我记得住所有设计的细节，我现在就可以复原手环的手稿。所有细节一模一样，可是你本来也是江小姐的助理，记忆力好点，回复设计稿也不能说明什么。刚刚没有手机，但是我亲眼见到江源威胁小何替他代笔的。去把江源找来。不行，小何奶奶还在江源手上，我们必须要先救出他奶奶才能去揭发江源。老大，发布会邀请了各大豪门，到时候爆出新产品设计师的丑闻，那对我们是不利的呀。如果仅仅是因为一个发布会而选择隐瞒的话，才是真正对公司形象的不利选择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这件事结束之后，我们就揭发张月人的真面目。夏沫，你去带小何找他。是。谢谢副总。走吧。你打算怎么揭发江月人？你有办法。小何的记忆力超群，不如我们。行了吧，这是你需要的礼物。现在就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人找到了。小何现在陪同奶奶转入复式医院，我着急回来，这显然是显示手环数据异常，需要老板你马上去看看。只能委屈你一个人去。那我先去会场拖延时间，为修复手环争取时间。好，愣着干嘛？送我去验实验室，接小何去会场。是。月圆，你身为国际知名设计师，此回国和富士合作，可谓是强强联手。李小姐过奖了。是啊，这次合作以后，江小姐就是全球顶尖设计师啦，是咱们设计师的领军人物了。还赖王姐平时的关照。他怎么来了？各位，我先失陪一下。云溪，今天是富士集团的发布会，你穿成这样，多少有些给思成丢人了。你不认识这件礼服？我怎么会认识这么普通的礼服？十年前，你荣获新月设计奖，而它就是获奖系列里的一件。你身为设计师，却不认识。林夕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哟，这不著名破产户林家的女儿吗？怎么混进来的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，敢和江小姐争论。好了，各位，林夕赏脸穿我十年前设计的礼服，
我一时没有认出来啊，怪我。林云溪，为了讨好江小姐，你连十年前的货色都敢穿啊。这件礼服虽然是十年前的，可是它的裁剪和设计不落俗套，而且简约风也号称永不过时的优雅，正好契合今天的手环设计理念。唉，可惜了，这么好的条裙子，它的设计师却不认识它。还是说，它根本就不是你设计的？胡说八道！是不是胡说八道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看你啊，就是嫉妒我能跟思成并肩而行，所以才处心积虑的造谣我、污蔑我，想毁了这场发布会。我嫉妒？嫉妒你找人代笔吗？信口开河，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找了代笔？别急，证据这不就来了。夫人，你要的任务带到了。小红，你怕，今天就帮你拿回属于你的一切。有您在，我不怕。林云溪，你把我助理带来干嘛？当然是因为这些年的设计稿都是由贺小荷帮你代笔的。你说那些设计稿究竟是谁画的？是我，江月圆所有的设计稿都是我替他画的。胡扯！别动手动脚了。小苏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这些年我资助你上大学，帮你照顾重病的奶奶，甚至还给了你工作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帮助？那些不过都是你控制他的枷锁罢了。我看你啊，就是嫉妒我、造谣我、污蔑我。看来你是不会承认咯。承认什么？那些设计稿本来就是我画的。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的人。好啊，既然你坚持那些稿件是你画的，那就这样，你们两个现场来还原一下手环的设计稿。你敢比试？总设计师，画吧。为了防止江大设计师说我不专业，诸位都是豪门贵族，眼界开阔，就有请大家跟我一起评判了。傅夫人相邀，我等恭敬不如从命。贺小荷，动笔之前想想你的奶奶，否则我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她没命。你请不要干扰对方。小荷的奶奶，我和傅思辰已经安排妥当，有功夫威胁别人，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我画完了。江月圆，还不动笔？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打不出来。笔触排线跟原稿一模一样，看来真的设计者是这位贺小姐。这些都是我画的，这幅画的设计者是我。何小荷，这些都是我画的。你囚禁我生病的奶奶来逼迫我画稿，还对我非打击吗？要不是有副总和夫人帮我，我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哎呀，狼，走，小心。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夫人？原来江月圆一直都是找人代笔啊。不仅如此，还囚禁别人奶奶作为威胁，真恶心。思成，你也不相信我吗？江月圆，自今日起，傅氏将停止与江月圆的合作，聘请贺小荷
成为项目总设计师。今日实在叨扰各位，我们会为大家安排这次发布会的新品以表歉意。副总客气，那我们得好好体验富士的新品。林云熙，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？为什么？江月圆，到现在你还没有弄明白，当你用恶毒的手段去盗取别人天赋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思成，你和他的离婚冷静期都快到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维护他？夫妻不和容易导致股市动荡，今天是新品发布会的关键时刻，所以还请配合一下。我们小两口吵架你还当真啊？你有时间考虑这些，不如回去好好想想违约金该怎么赔。想必这一个亿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夏末，各位贵宾，请移步放映区，我们将会展示手环的各项功能。你会在乎股市那点小动荡？对你当然做什么用。狡猾。老板，你现在这个智能手环可是大出风头，被所有位同事抢到试用装，同事们都羡慕惨了。那今天能否请大功臣林小姐吃饭啊？可以，不过地方得由我来定。好，地址发我，我来接你。继续说。老板，这次代笔事件不仅树立了我们富士的良好的企业形象，更是给我们智能手环做了免费宣传。现在智能手环购买意向高达 98%。 我今天这条穿搭如何？Very nice。 胖老板，等会儿还有一个内部研讨会要参加，今天这个会我就不去了，你去参加了会议之后整理完交给我。我今天这条穿搭真的可以，这条领带会不会显得太沉了？哦，不，帅得要命。在婆婆，喝水。有消息了，心理学老张要回江城探亲，你呀，拿着我的介绍信，可以去拜访他一下。谢谢赛婆婆。你呀，缠了我这么久，还能不给你啊？我继续跳舞去了啊。走吧。你要带我去？自己猜。好巧，你们也在这儿。徐律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有在附近跑步的习惯，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认识赛神医？对了，思辰，你好好感谢徐律，赛神医就是他引荐给我的。多谢，下次活动就约白神。不用，我也是看在云溪的面子。云溪，我能单独跟你聊吗？不耽误你太长。我，你们先聊，我去给你买两瓶冰饮。云溪，他对你好。徐律，这是我的私人问题。既然当时你选择离婚，肯定是因为他对你好。徐律，你考虑一下我。徐川，是我不够好，而且我不能因为自称他不够好就选择你。抱歉，我现在无法选你。为什么呀？连你也不选我，什么都比我重要。傅思辰也是，徐家也是。徐川，聊天就聊天，别动手。徐川，一个连家族控制的人没资格去。我们继续我们的约会吧。
齐川，我到了。你要带我来的地方就是这次店。嗯，听三神医说张医生要回江城探亲。张医生是那个心理学大法张元某哥。对，好了，秀姨对我很好，听说张医生最喜欢翡翠，一会我们挑个好的给他送过去。好，我先接个电话，你先过。嗯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您喜欢什么类型的珠宝？我这边给您推荐。我先随便看看。哎，小姐好眼光，这可是我们老板才进的货，整块玻璃种雕刻成吉祥图案，浑然天成，看起来不错，可以上手试试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这边就给您取手套。住手！是你呀、啊，于小姐您来了，遇不过手你不知道吗？让这种脏人碰了，还怎么买这块玉啊？是我鲁莽了，不知道于小姐您喜欢这块玉，我这就给您包起来。等等，这块翡翠可是要送给我外公的，给我仔细点，磕碰了我可饶不了你。这块翡翠是我先看上的，总得讲先来后到吧。先来后到，瞧瞧你这穷酸样，你买得起？我还买不起。既然副总要买，那我就忍痛割爱了。站！谁允许给我夫人道歉？傅思辰，我可是余家大小姐。道歉？我不想说第二次。对不起。行了吧？我原谅他了。我不是原谅你，你可以走。对了，我看上一柄玉如意，你看看怎么样？眼光不错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自己看走眼了呢。打包带走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去拜访张医生吧。林二位是富氏集团傅思辰携夫人前来拜访张医生。老爷不接待客人，二位请回吧。这是三十一的介绍信，麻烦给张医生看看。你先进去吧，我和他们聊聊。对，我是为什么抢那笔翡翠如意，原来是为了给我外公送礼啊。张元荣医生是你外公？兜兜转转还是落到我手里了，刚刚在翡翠店这么嚣张，怎么没想到现在？我不接受任何一点威胁。于小姐，你要怎么样才肯让我们进去见张医生？简单，就像刚刚在翡翠店里一样，我要你给我道歉。哎，行，只要我给你道歉，你就让我们进去拜访张医生。云溪，不许。傅思辰，只是鞠躬道个歉而已。我不会让你受到一点委屈。从现在开始，每当一分钟，我便开始对余家的行为。一分钟一千万，两分钟两千万，三分钟四千万。你可以试试，余家有多少值得你这么嚣张？一点四个二，现在开始计时。好的，请您进去。张医生。我只是一个退休老头，哪里担得起一声称呼？外公，刚刚外面。好了，人家诚心上门，你也不该如此刁蛮。明明是我要送你的翡翠玉如意，被他们截胡。您天南地北的找小姨不回家，您回来就错怪我。你小姑送丢钱，带的就是翡翠项链。外公，我错了，不该提起您的伤心事。好了。不怪你，很多年以前的事了。那柄翡翠玉如意呢？拿给我瞧瞧。您看看您喜不喜欢？玉很好。你没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，要求说说吧。张老，我们呢
希望您能够帮我母亲出尘。玉如意带回去吧。张老，如果这块玉不够您满意，我可以为您寻来更好的玉。玉很好，是我办不了。你们走吧。张老，请您再考虑一下。林云熙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这条项链哪里来的？你这条项链哪里来的？这条项链吗？对，告诉我这条项链哪里来的。如果您真的喜欢这条项链的话，我可以给您，但是请求你能为秀姨医治。是，是。张老，如果您喜欢这条项链，我可以派人给您去找。但是这条项链是云溪母亲的遗物，请您归还。遗物？傅思辰，你疯了！我没疯。张老好不容易松口。张老，请您归还。这条项链就是当年我小女儿走丢时戴的。那林云溪是我小姨的女儿，怎么成了遗物了？我还没找到呢，就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张老。告诉我，这些年他过得怎么样？收养妈妈的家庭虽然很普通，但是很幸福。后来遇上和爸爸两人恩爱，只是后来养父母车祸去世，妈妈一蹶不振，也跟着去了。哎，造化弄人，这些年我不出人，也是小女儿走丢的事压在心里，实在是无心给别人看病。现在既然外孙女请我出诊，就等我明天去看看吧。多谢。谢谢张医生，还不快喊外公。谢谢外公。那今天就陪外公用晚餐吧。嗯。来，吃这个。嗯，外公你真是偏心啊。哈哈哈，也给清清家。这还差不多。思辰啊，你也当自己家，想吃什么加什么啊。外公，他们又不是什么不能自理的小孩，你还担心饿着他们？吃饭也堵不住你这张嘴。反正我也就这样了。思辰，你喝酒吗？我喝一点。好，帮我紧张的酒拿上来点。感冒。嗯。哎呀，喝。都别喝了，都回去休息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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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后悔喝成这样。外公不是想喝吗？就陪他多喝一点。Another day, sipping mud and hatching, but are you so far away?你们来了。妈，这位呢是张元荣医生，云溪的外公，你的亲家。哎呀，亲家来了，我躺着都不好。没事没事。妈，张医师很厉害的，相信他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嗯，听他胡说，我今天来不是给你看病的，作为亲家咱俩好好聊聊天。哎，我们两老家伙聊天，你们先出去吧，继续出去等你们。走吧。我妈之前一直很抗拒和心理医生聊天，不知道这次又会怎么样。平时看你挺聪明的，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糊涂？没看见你说要治病，秀姨就紧张。我外公好不容易让秀姨放松下来，差点又让你给搅没了。关心则乱，别自责了。相信我，我外公可是大佬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张医师，我妈她怎么样？这个其实就是应激创伤，最难的是打开心房，取得信任。还好云溪帮我和医患拉近关系了，她应激过激，现在必须进行脱敏治疗，回去我拟一份治疗方案，你们家属必须配合方案治疗。副总，
你平时不都喊我老板？啊，还好没被多少。老板，这是我们上周公司的财报表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笔违约金没有追回，那就向监察司强制执行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，这可是我花了500万买的手工花瓶，碰碎了，你们可赔不起。你们全部给我滚出去，这是我的房子。江小姐，请不要打扰我们的工作。你们的工作就是像小偷一样在别人家里翻来翻去的吗？江小姐慎言，我们是监察司的员工，由于你超过了约定期限拒不还款，傅思成先生申请监察司强制还款。你说什么？江小姐，请您起身。按照执行规定，您名下所有的房产、财产、珠宝，包括这个沙发，都将用作还款。现在我们要进行查封，您可以收拾个人物品离开了。傅思成，好狠的心啊！家主，你要的人到了。江小姐，初次见面弄得这么狼狈，把东西取了。是你上次在宴会上帮我说话的人，怎么抓我来？究竟是想干什么？走啊。不是请，不过属下下手重了点，还不快给江小姐松绑。江小姐，实不相瞒，这次请你来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傅思成。你认为你有什么资本可以跟我谈合作？居然是你。知道我这个诚意够不够？这个手机里有足以毁掉傅思成名声的证据。我不因为傅思成在乎这些人，要的是傅思成的弱点。江小姐请保守秘密，先让他永远保留下去吧。我说傅思成真正的秘密，司云秀、傅思远和林云熙。看来我们重点就在林云熙了。没想到傅思成也是个痴情种。哈哈，这个视频倒可以用。喂。怎么样，照片好看吗？江议员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思成哥说和我在一起特别和你舒服多了。我不仅有照片，还有视频哦。我相信傅思成，你少挑拨离间。你俩还真是感情深厚呀。但是你猜照片流出之后，会有多少人和你一样相信傅思成呢？这就是你的报复吗？我想要照片流出去。就一个人来到云端酒店606，记住，只一个人。云熙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家里有点急事，我得先回去一趟。你帮我向徐哥请个假吧。喂，我是云端酒店前台，梦哥有个女人被人胁迫，这是他留下的电话号码。他进了云端酒店606的房间，你们快去救他。老板，下午还有个会。推迟。现在到了该你表演的时候。不要忘了，你一家人的幸运都捏在谁的手里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云熙，云熙。别喊了，林云熙不在这儿，是我约你来的。哎，
别走啊！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娶了云溪，我们俩也算是亲家了。今天约你来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，不过要看你开给我什么条件了。只要消息属实，条件随你。哎呀，难道你就没有发现暗地里一直有人针对你吗？云清，你这是要背叛我们？云清，闭嘴！你不要忘了，你老婆孩子还在谁的手里？这就是我的诚意。只要2000万，我把幕后主使的所有的身份证据全卖给你。一条不争心的狗，我怎么能确保你给我的消息是真的？因为你看啊，所以只要你开的价位比那个高，这消息它一定是真的。2000万干掉一个大，这笔交易划算呐、啊！成交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好，好。你在做什么？云溪，就是当年傅思成盗取了林氏科技的核心技术啊！云溪呀、啊，是大伯对不起你啊！他刚才又想收买我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傅思成，原来是你的，害林氏破产，还有爸生病住院。不是的，云溪，不是我，就是他现在的智能手环里面的核心，就是当年林氏科技研发的，是所有的证据都在他手上的 U 盘里。傅思成，枉我对你付出那么多，结果居然是你害我落魄至此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云溪，不说。傅思成，我恨你！既然你这么可恶，去削个毒苹果给你吃吧。嗯，演够了？还行，就是你演的像个木头似的，发挥的也太差了吧。效率而已，哪有那么多时间？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有趣吗？确实，你们，拜托，我留的下来都是傅思成的私人号码，谁会留个座机号码？也不怕漏接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救救我！快打急救！检查司检查。有人举报说发生命案，进行查实。现在你已经洗清嫌疑，可以离开了。那傅思成呢？他手上留下来了和死者相同的毒粉，不能进一步排除嫌疑，需要配合调查。那尸检报告多久能出来呀？3天至5天。哎，那你再不走，要继续留下来配合调查吗？不要急，不要慌。好好理清思路。哎，不是都这样了，徐氏也推出了新手环，不然啊，我们还是买徐氏吧。徐氏这个公司做。对，手环，富士推出智能手环，抢占市场，肯定有人眼红。酒店的一切命案一查证据，很容易就洗清嫌疑。但是盗取商业机密就没有这么简单，一旦落实，富士就完蛋了。夫人。老板被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夏沫，你先听我说，傅思成是被冤枉的，他现在只是在监察司配合调查，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稳住市场，做好公关。好，夫人。我相信傅氏没有窃取林氏核心科技。那要怎样才能破局呢？ U 盘。您今天又来了，办案期间家属不能参事，
我是傅思成的委托律师，来申请查看案件的相关资料。等着，相信自己，一定可以找到突破点的。案件所有复印资料都在这儿了，你慢慢看吧。U 盘是空的，难不成我还能给你做点假资料进去？林强这个老狐狸，没蠢到被人卖了还在数钱。我看完了，谢谢您。U 盘在哪呢？徐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有一个新案件委托我，我过来看一下资料。那我先走一步。我是林强案当事人家属委托的律师，我申请查看档案。他也心疼着你。夏末，注意一下徐家的动向。喂。进展案子怎么样？线索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按线索，人不是傅子身上的。那窃取商业机密呢？我听亲家提过，傅思成指使他偷过自己的弟弟的核心技术。U 盘是空白的，里面没有线索。U 盘是空白的。爸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这个案子的进展？毕竟是丽丽的爸爸，关心也是应该的。怎么样，能不能证明傅思成手环技术是盗窃的？到时候，我看他还有什么资格来审判我？闭嘴！ U 盘是空白的，是空白的，那岂不是被林强摆了一道？马上去林强家，务必把我 U 盘给我找到。是。老爷，你死得好惨啊！我只恨当初在医院没有一直把林寻熙捅死，不然他怎么会那么死？曹伯母，唐姐，给我滚出去！大伯母，大伯父真的不是我害死的。别滚啊！别走啊！掐死在我爸遗像面前，给我爸赔罪！你真的相信人是我杀的吗？当初你那么害我，我都没有害你，又怎么可能会去害大伯？丽丽，别闹了。你们听我说，真凶另有其人。我知道线索，我们一起找到线索，为大伯报仇。叶小姐，你们可要加油了。何夫人、李小姐，我就先告辞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把证据交给家主，将真凶绳之以法。你慢走。大伯母，害死大伯的可能就是徐家，你怎么能把证据交到他们手里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爸是被徐家害死的，怎么可能？大伯母，老爷曾和我说过，他拿捏住徐家的一个把柄，老爷可能因此丧命。刚岂不是？我怎么可能把真的 U 盘交给他们呢？真的 U 盘在这儿。太好了，只有了这个，就能给傅思成洗脱嫌疑了。真的有吧？给你可以，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傅家要承担我们丽丽的生活开销和医疗治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老板，这是从林强家搜出来的 U 盘。蠢货废物，你看看这什么？老板，何思娇说这就是他知道的秘密啊。那你看没看到有别人去找过他？老板，我走的时候遇见林云熙了，肯定在他手里。走，去监察司把他拦住。
你们要拦我？云溪，咱们也有一面之缘，你何必把事情弄得这么僵呢？麻烦让一让。小川，好歹你和云溪也同事一场，你还不过来劝劝？徐律，您是一名严格的法律人，难道我的话你不听了吗？谢谢。你，我要提交林氏核心失窃案的关键证据。云溪。哎，停！转身。好了。嗯，欢迎回来。很累吧？再累啊，都是值得的。云溪，徐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来接我的。像我这样有地位的人，会有人帮我顶替的。得罪我，你走着瞧。还没人敢这样跟我说。黄毛小子，小川，我们走。走吧，夏沫他们还不知道你回来，我们去给他个惊喜。维持的不错，看来没有偷懒。老板，你回来了。立马围堵徐家，他们旗下的所有产业全部不许动。杀鸡儆猴，给大家看看得罪我们父亲的代价。是。那对了，伯父那边还给我爸打过电话了。虽然被亲哥哥出卖很不好受，但是人死如灯灭，又有什么办法？可惜没有找到徐家还打伯的证据。徐川想在出国前见我一面。徐川想在出国前见我一面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行。哎呀，徐川是来跟我道别的，如果你去的话多尴尬呀。他都要出国了，你就谦让谦让他呗。你眼中停靠，我爱卷起风暴，一瞬间把结局。这个呢，是我让实验室偷偷研制的情侣手环，拥有普通手环的一切功能，只不过在遇到危险时能够及时的通知对方。你要是带上他，我就让你去。你过来。心思还需要花多少，我才能够读。给。还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不开心的时候就喝点碳酸饮料。你还记得？我们是朋友嘛，对吧？嗯，是朋友。对不起，我为我爸给你带来的伤害向你抱歉。你爸是你爸，你是你，你不用。云溪，云溪，等一下，不去凉园，地址发你，最快速度到达。是。云溪，云溪。老板，这我没有看见夫人，有钱正搜，我要知道夫人在哪。是。云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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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救你出去。云溪，我们安全了。思辰，我肚子好痛。他们打你了。云溪，云溪，云溪。对了，手环记得加防滑。好。
恭喜你怀孕了。我怀孕了？对。那我刚刚拔架那些还是没有影响吧？放轻松，胎相平稳，待会儿我再给你开点安胎的药吃了就好了。嗯，云溪，你没事吧？刚刚医生说要吃什么药，我去给你买。安胎药。安胎药。秀叶，我怀孕了，我跟思辰有孩子了，我有孙子了，我有孙子了。妈，思辰呢？我想赶快告诉你个好消息的。傅先生，这是你们之前拟定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。什么离婚？傅思辰，你被工作弄僵了脑子吗？有这么好的媳妇儿，居然你还想着离婚？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啊。妈，别担心了，我和思辰不会离婚的。这样，您先出去，我们想单独聊聊，好吗？好，好。听见没？好好跟你媳妇儿聊聊。还不快走？哎，别走呀，我还想听听当初傅总是怎么拟定离婚协议的。哎，看我干嘛？让你说你就说。哎，离婚财产分割如下：傅先生将名下 5% 的傅氏股份转让给林云熙，名下房产15套、车8辆以及若干股票、基金都与林女士进行平分。那时候怎么才认识几天，你就分这么多东西给我？云熙，我不想让你再受苦了。那这个呢？你要怎么分啊？这事，傅总，最好是 B 超，林女士还怀孕了。废话，我看不出来吗？赶紧走！还有，帮我把协议给我取消了，我不会再离。哎哎，云熙，来，你是不是做的不错？哎，我没事儿。云熙，谢谢。认识我之后你都说了好多次谢谢了。那还不是因为我真的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我也是，妈妈是她给了我勇气，我相信我会幸福的。下次别做了。怀孕在家待着也是无聊，再说了，玻璃上的武器，我领悟一个你，穿透空间坠入你的眼睛。嗯，那我就送到这里。要不送到办公室？不行，送进去我就真的手哆嗦了。那些寒冷的冬天，连你藏在我在家不想你了。我也是。那我真的走了。的气氛很明显，焦糖没有挂在你嘴边，我不自觉是你今天真的走了。拜拜。感觉为何这么甜，让烦恼都消失不见。你怎么还不进去呢？知道了。和你一起走，一颗心为你而激动，我想要他送不了我，我能送他。老板，你今天要去哪儿啊？早退。这才刚上班就早退？罗安，怎么，你林云熙傍上大款，我还以为把这个前台给忘了呢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既然你还记得我，那给我点钱花花了。你要多少？500万，怎么样？贪得无厌。林元熙，你要是不给我钱的话，小心我去网上曝光你，让大家都看看顾氏总裁夫人是怎么一个为钱卖身的破鞋。你胡说八道！我爱你老姐姐，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我后悔了。这样，你让我再上一次怎么样？我也想尝尝顾氏总裁夫人的滋味。你休想！放开我！跟我没关系，是你自己掉下去的。云溪，云溪，思辰，我们的孩子。云溪，我送你去医院，你和孩子都会没事的。
现在什么情况了？手术情况还不清楚。医生，我老婆怎么样？是啊，我儿媳妇现在怎么样了？你们就没有一个人关心一下胎儿的情况吗？我孙儿没了，我也很心痛，但是妈妈很重要啊。没事的，医生，你有什么情况尽管说，我们承受得住。摔倒的时候，母亲用身体死死地护住了胎儿，所以母子平安。谢谢医生，医术仁心，下次我给您做一面大大的锦旗。那谢谢了。病人已经转至普通病房，你们可以去探视了。好，好，谢谢医生。这次你受苦了，咱得让张妈给她好好补补。老板，人召回来了。妈，你先陪着云溪，我出去一趟。是该教训一下他，不过得悠着点，不能见血。毕竟云溪还怀着孕，咱们得给她积点福。刚才就是这么威胁云溪，你不是很希望吗？我还以为你喜欢这样。不见血。侄子，不回答就是还没有。霞风啊，让他朝着夫人的方向进行起舞。夫人什么时候穿越，他什么时候见奸杀死。快点起，半扣怎么办？了解了没有？一会儿允许检查完出来先喝汤。妈，我这是专门给云溪做的营养餐。这还是张妈包的营养汤呢，当初生你的时候还不是喝这个。我不管，反正先吃饭。先喝汤。先吃饭。先喝汤。这是林云溪家属，检查完了。凭什么？这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生活。林云溪，你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。林云溪，30毫升空气就可以致死，我这一管可有你受的。江月圆，居然是你！林云溪，你怎么在那？那这是谁？是我。你们怎么知道我今晚要动手的？哪个医院的保洁？站在那半天不扫地，躲在我们旁边偷听呢。你这么奇怪，找医院查一下就知道你是谁了。江雨，我已经放过你一次了。放过我？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，从原本前途光明的顶尖设计师，变成现在只能当个临时保洁工。你这也算放过我？那原本都应该是我的位置，荣华富贵，残忍宠爱，这些原本都应该是我的，我的。林云溪，就是因为你的出现，夺走了这一切。你别冲动，放开修仪。江雨人，你想要什么，直接告诉我。如果我说，我想要林云溪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呢？江雨人，放心。我现在已经不会提那些虚无缥缈的要求了。给我5亿，加一张出国的机票，准备好了在外面给我。江云，我立马去准备，你别伤害我。给我站住！把文件夹打开，我要看看里面的东西。云溪，大晚上的你跑出来干什么？你该好好休息啊！你给我闭嘴！都到这个时候还有心思关心别人，好好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江远，5亿的支票还有机票，送你去机场的车我都给你准备好。苏思成，你当我傻是不是？把东西丢给我，
把东西丢过来，听到没有？不丢，别伤害我。妈，宋姨，顺便告诉你，当年你妹妹的那场大火是我放的。还有你，林云熙书房里的那封照片也是我放的。我想要的东西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能拿到手。林云熙，你终究是赢不了我的。思辰，我江月圆，我不会放了你。师傅，快开！可惜。还是让他给跑了。江小姐，晚上好呀。你是夏沫？快，我要下车，下车！江小姐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我们老板说你的目的地是监察司，但我觉得太便宜你了。思源小姐的车，我来。不，我要下车。怎么睁着眼睛不睡觉啊？我睡不着。别吓到了。罗安推我，将语言挟持秀仪的时候，我都好生气。恨不得将他们千刀万剐。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我不好，不善良了？我今天在天台，我把洛安打得鼻青脸肿。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我，让你感到不满？所以啊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喜欢你。今天。아무말없이내게서거저만가는게好啊，快给你的小脑瓜放松一下，睡醒我再。嗯。我就跟你说，我老早就想来这家餐厅了，听说这里的菜特别好吃，今天我俩一定要好好尝一尝。你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菜单啊、哦，没事，不用，把不适合孕妇吃的菜全部剔掉，其他的每样给我来一份。好了，云溪啊，多吃点。嗯，真的很好吃，是吧？我就说，昨天受了那么大的刺激，肯定要用美食来好好补偿一下。傅思辰还说带你听什么舒缓音乐会，鬼扯。秀姨，在美食这块儿，我绝对是您的忠实粉丝。咱们娘俩吃好的，就让他去听音乐会。嗯。啊，吃不下。我也是，吃太饱了，可是还剩这么多，这太浪费了吧。剩下的打包带回去给傅思辰吃。小的时候我也经常这么做，他不也茁壮的健康成长起来了。妈，你们回来了。妈，我今天想了一想，你说的确实没错，用美食治疗云溪确实是一个好办法。所以啊，我今天在家给你们做好吃的吃。嗯，你们都在外面吃过了。行，特意给你打包了一份。子辰，我，哎。我不怕火了，我不怕火了，太好了，秀姨，对，我不怕火了，这证明你真的好了。嗯，不行，我再去试试。哎，妈，你要是还有活力的话，就把我今天剩下来的饭也吃了。我有点累了，我先上楼。你呢？思辰，你做的饭确实好吃，我也非常想吃，但是我已经吃太饱了。
实在住不下了。你们今天给我带的份子。在这儿呢，我去给你热热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我发誓，以后我一定空着肚子，好好品尝你做的美食。夫人，快快起床了。程妈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今天这么高兴啊？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一定要把夫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这么把我推出来，也没告诉我去哪儿啊？夫人，老板这边让我接你来，去参加公司团建。哦，好。夫人，我先去停车，你顺着这条路一直直走，就到草坪了。好，今天不是团建吗？怎么大家还没到啊？云溪，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但我还是想再向你求一次。云溪。虽然你总是感慨我向你说了很多句谢谢，或许你有时候觉得生分，但我是真心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原谅我的言语匮乏，纵有万般感谢的话，到最后只能说出一句谢谢。你就像一束阳光，从烈风照进黑暗，而你是照进我的生命。我不想再放弃这束阳光。云溪，你愿意嫁给我？我愿意。有没有你问为我请努力问为你个你个这一次你感受有你